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厨艺，因为长得黑，所以叫黑暗料理。看到这里，你们大概觉得我在做甜品。前面巧克力融化的画面是不是很神奇？那我告诉你是怎么拍出来的。我用的手机是荣耀9，开启延时模式，轻轻一点就能记录肉眼不易看到的变化。药匠撸鸡每月不定时更新，不信你就关注 B 站荣耀手机。